明珠，明珠，今麦安怎？伊的血压甲心跳拢真正常，我已经有替伊注射些镇定剂啊，先互伊休困一下。若是阁有啥物问题，阁请伊先过来检查。好，多谢你，多谢。才离开一下尔，哪会像疼到安尼啊？我听因家讲，伊之前退麻药的时阵嘛，拢无法疼。今仔是规工嘛拢好好，英杰，伊即几工拢顾咧遮哦。嘿啊，啊伊透早返去，我才接手的。啊，查甫囡仔粗脚动手，哪有咧认真？袂啦，英杰真大心，尤其是对明珠，拢甲顾甲好细好细。伊还搁咧流汗呢，哪会疼到安尼啦？是毋是倒位有去震动着啊？啊，伊平常时就真够准疼的啊。伊吼，就是伤够忍的啦。唉，你看伊啦，你规身躯哦，煞到无一块好的，我看了，我真正就唔甘的。放心啦。明珠已经坚强，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。哦，看你安尼甲照顾，真正比护士搁较周到呢。对我来讲，就甲亲人同款啊！啊，恁该上班的去上班，该上课的去上课，交予我来顾啦。嘿啦，我哦嘛是真无简单，才有机会出来甲明珠来看一下。我要赶紧回去接生啊啦！好啦。明珠。你就要赶紧好起来哦！我甲英杰会陪你渡过难关的。对啊，明珠，你要赶紧好哦，英杰在等你哦。明珠就麻烦你啊。好。
我先回去啊。主教受伤到这么严重，安尼唔都袂生啊？无法度生囝，是要去啥高比啊？做一个查某人，我硬哩头头啊！欧巴。